渝 ABCD 分别是哪里？重庆简称渝，其车牌号码以渝开头。那你知道渝 ABCD 分别是哪里吗？渝 A 是重庆市直属车管所发放的车牌代码，范围是重庆市渝中区、九龙坡区、沙坪坝区、大渡口区、江北区。渝 B 是重庆车管所江南分所的发牌代码，范围是重庆南岸区、沙坪坝区、北碚区、万盛区、双桥区、渝北区、巴南区、长寿区。渝 C 是重庆车管所重庆永川分所的发牌代码，范围是重庆永川区、合川区、江津区、綦江区、潼南区、铜梁区、大足区、荣昌区、璧山区。渝 D 号牌不特指重庆市某个区，此号牌全市范围内都可以使用，于2015年11月底启用，车主可以通过主城车管分所、主城区各交巡警支队车管所业务办理窗口申请渝 D 号牌。